拉拉你笑你，你拉拉姐，拉晒落去，系咯，系咯，拉晒落。不一样的松鹤竹叶，我们每一年都在松鹤竹叶，哇，非常高兴，就去那边遇到很多朋友，又有唱歌，有跳舞，很多娱乐节目给我们欣赏，给我们看，我们非常高兴。今年的不同，今年的在家里自己来撸撸啊，吃吃啊，也是不一样的感受。在家里了，跟他家里的人一起过了，比较近一点了。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，祝大家万事。